非常帅气的上台了。Hello， 欢迎来到马来西亚，跟大家见面。Hello。粉丝打声招呼好不好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MT 魔幻力量。Hello， 我是 DJ 谷谷。Hello， 我是鼓手阿翔。Hello， 我是吉他手雷包。我是贝斯手凯凯。我主唱嘎嘎。我是主唱平平。Hello， hey， 大家好。是的，这难得是公开的一个活动，跟所有的粉丝见面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呢，一开场我们就有一个好消息要再次宣布给你们知道。哦。昨天呢，我们全球的颁奖典礼，你们获得了一个奖项，你们知道的哈。哦，知道。而且是跟你们的师兄同时获得这个奖。是。五月天。是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想要这个颁奖典礼重现，我们连你们的奖项都带来了。哦。是，因为昨天你们错过了这个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再一次模拟好像现场的颁奖典礼哦。好的。这个第十三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颁奖典礼最佳最受欢迎乐队奖，我们恭喜 MP 魔幻力量。好，这个奖要谁要来代表领奖？领奖来了，领奖。团长来说一些感谢的词。我觉得要先谢谢相信乐，还有谢谢我们这几个团员，还有谢谢 MP Family， 然后支持我们的大家，谢谢。还有其他成员要补充的吗？啊，说得好，说得很好。说得很好。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媒体记者要可以拍照一下嘛，拿着那个奖，六位一起来。耶、yeah ！最受欢迎的乐团奖。昨天有点可惜，没有办法到现场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就一定要让他们现场，就是亲手领这个奖。